没有伞，他不出伞，不出伞。哎，我摇到那个了，长尾怪手了。个，在长尾怪手上摇到的。你还是去解开而已吧，你是野场大师啊！不要，我也想要一只，我也想要母的头目，作为的一部。有啊，这个是在摇树的时候刚好有那个帕奇励志的课，那个想说就随便抓一抓，而且我还没存档哦，超好笑的，我还没存档。我想说哦，随便抓一抓，然后就啊吓到了，耶 yeah！ 然后就没了吧？哦，这是那个开台的时候的。你看，这很像忍者，都冲来冲去的。哦，缺了，没有课题，跑啊！在跑啊！我觉得很好笑。好啦，那我们刷最后一次吧。那继续我们的课题。今天应该10点左右关吧，左右啦，看状况。啊，看这只伊布到底给我出不出？啊，如果这一次出了色尾，我开到12点，没出，我就12点之前。感觉没出也不亏欸，我好不好也是开到12点之前。报告。哎呦，还有2次的机会哦！好了，没机会了，我们开到10点吧。哈哈，来讲一下我今天刚关台后在干嘛？看到没有？我的刚猛52次，暴风59次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我这52次通通都是咬树咬下来的，就是去找帕奇荔枝嘛，然后咬树掉下来的那些什么风女王啊，然后那个结草蛾，通通都是用暴风加肛门咬出来的。哈哈，啊，好啦，所以我们去干嘛？上天是公平的，给了野伞，拿走大量。我要大量，我不要野伞。啊，说到野伞我就气，我又抓到了一只啊，就在帕奇荔枝的那一场。我又多抓到了这一只，上天是不公平的，快满了，怎么公平？哎，不对，五只了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大尾狸，不公平，好吗？这没有公平。还没有，然后之后应该没有抓到伞的啦。真正的野伞大师，不是啊啊，都重复的。那好不容易，你看姆克家族，啊，都是野伞遇到的啊，不是慢慢进化上去的。我想说。那天不是有抓到一只要命名燕子的那一只吗？啊，结果又练不上去了，遇到野伞啊，姆克鹰。为什么爱上我？我这种怪胎。好多异色，大家都重复，哪里多哦？一堆重复的。哦，再讲一下哦，今天没有打什么大优奇西斯哦。而且这动画超级久，我的天，那个暴风动画很久。他们说，喂，这是其实直接进化有50几等，直接放，哎，动画不能关吗？不行，他没有关的东西。我也想关啊，没有吧？玩到现在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关呢、欸？没有啊，选项、镜头灵敏度没有，对啊，没有。看看这个暴风没有击中啊！因为今天本来想说要8点开还是7点半开，反正其实刚从关台后，5点半的时候都一直在刷帕奇荔枝。跟那个长尾怪手，就这两个。然后那时候长尾怪手刷了有12、13次吧，因为那时候我刷到第10次就忘记继续算了，然后才终于咬到一只，哇，那有得咬哎、欸！有玩过 bug 吗？你是说那个吗？那个勇士雄鹰的吗？
淋雨历程啊，那个太累了，我没有，所以没有想玩。那个锁还没断，指甲就断了。但又没中，还是你是说什么？绕着猪背走，然后后面的帽子会变大那个？这个还好啊，那干嘛玩那个破坏自己眼睛哦？没事玩那个要干嘛？YT 资讯席吃什么？一定是你没有超级留言，你有超级留言就不会被吃讯息喽，对吧？嘿嘿。你是不是打到什么讯息被屏蔽？你是不是打了什么戴欧奇西斯？你是不是打那两个字？哪两个字？戴欧。还是你打了阿神两个字，没有阿神我还没编呢。你是不是打不能说的那个字？繁星，晚上好。哎，伊布还在哎。还是二系耶，我有个想法，偏偏你不醒来，怎么爱上我？我的总怪胎，你打了哪两个字啊？什么帅哥之类的吗？那活该打不出来。好像是欸，原来有进在上课没有跟台啊。啊，你为什么要打戴欧奇西斯？啊，你活该被 ban。那应该是打，我不知道欸。啊，他没有说啊。戴欧奇西斯是在聊天室被禁止的。神兽可怜，在练等吗？没有啊，补课题。在练等打这个打礼物啊，干嘛啦？那个变成了禁语，没错。咬四十只，哈哈，咬四十只鲤鱼王。哎、欸，给你们看个东西，看一下左边这个泥丸哦。哎、欸，现在看不到啊，等一下回去看。我的泥丸已经900多了哎、欸，而且我没有什么去火山捡。反正游戏可以出称号系统，我称号。你说狩猎鲤鱼王900次，或是看药企这样子吗？
药骑的繁星这样子吗？还是什么鲤鱼王杀手的繁星？搞不好杀999只真的有啊！送一个鲤鱼王奖杯，可以挂在家里。啊，那如果杀999只那只宝特定宝可梦的话，那我要去打卷卷耳欸，卷卷耳会跑欸，不好打欸。等一下哦，闹钟响。你的频道哦，没事，对不起。我原来有念过一样的话，会啦。等今天过后，我再解掉那个字看看。不然一个下午，每个叫我去打大妖奇西斯，不知道干嘛。我记得他们是同班同学啊，然后就说一起来那个繁星的台闹啊。然后还有变的是他爸妈的手机。刚刚有听到警笛声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哦，警笛声哦，我的闹钟啊，我的闹钟7:45会响，因为刚刚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时间啊，叫我开台，然后顺便吃药，可现在都一直忘记，一直都没吃药。最好笑是打他会掉泥丸。你看，获得泥丸，起床有多高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昨天就是这样子，昨天就是45分闹钟醒来，然后就去阿米狗问说，那等一下阿米狗要玩什么吗？然后才说没有吧，各自开吧。哦，那我先睡了，晚安。你玩可以做什么？可以拿来丢宝可梦啊，然后可以做加强版的泥丸，叫黏丸。可是他要弹子棋耶，还要那个入球果，所以我之后要改丢泥丸，不能丢入球果了。铸球果是被我快消耗殆尽了。哎，铸球果是买不啊？对，我上次问过了，买不到哦。可怜呐！我知道扔泥丸了，不扔铸球果了。感觉是拿来斗宝可梦东西哦，盒子哦，你丢一丢之后就可以抓掉它了。我刚刚也在想说，这台飞机怎么比我的那台要大？飞机坠机警报，什么鬼东西？可以中？不是啊，他不一定获得得到啊，你懂吗？你球果，他球球果一大，他有时候会给你什么33颗球球果啊，然后铸球果完全没有给啊。我是要买的啊。
助果方案每次都给我助球果。要那、啊、如果我这次中没有给的话，你们要给多少钱？我常常中都没有给呢。要嘛给，要嘛不给而已啊。啊，可是我常常我就是为了助球果去中那个啊，球球果都没有给啊。我最爱赌博了，要吗？打喷嚏，打喷嚏。这个课题不是可以去那种有很多同样宝可梦的地方吗？会死，会死，而且他不一定会用你要的招式，好吗？来，我解释一下哦。咬住是很初阶就可以学到的技能，然后如果你去很后面、很后面，那些暴鲤龙都已经三四十等以上了，他们很少会用咬住，会改用咬碎。啊，你不懂啊。他第一次没给你助球果，对啊，他就是不会，他有几率不会给啊。而且他就算有时候给，只给一两颗而已，因为他给的数量不一定啊，没有说一定会给啊，啊给又不一定多或少。所以要嘛就是摇树啊，虽然他一直拿来做年玩的啦，我就只是想要有获得的途径啊。我三道女王还没有打，已经七星队员了，中到现在也才一次没给助球。没有，你在强调什么？三道女王？哦，你是说，来来来来来，群儿小姐没打，然后就七星了，这样吗？直接说你玩多久没拿到，就不是更快吗？嗨，安安，比如说你玩的什么50个小时，都没有给，这样就好了啊。那、啊、谁知道你打个女王打多久，然后游戏时长多久？我要解课题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我七星，我那时候打到群儿小姐差不多六七星儿啊，反正九到十星是最分数是最多的啊，所需经验超多。前面都觉得还好，就要冲九到十星的时候就有点难。也还好啦，就每只新抓到的那个一些小的课题解一解就好了。来找猫店哦，
要被电咯。所以我想说解剧情，今天凌晨才解完一周目，只有六星而已，还好啦，就不要逼着玩呢、啊，开心玩就好啦。啊，要来去电爆李龙了。电爆李龙，对，要我觉得会飞比较，就先学会飞比较好啊，方便很多啊。我那时候本来也是前期想要刷大量的色尾，就发现有些大量色尾都在超远的，没得飞真的很痛苦。开心啊，唯一不开心的是我的色尾只有支线小火马。你玩多久了？你目标是全课题解完吧？也许吧，看我能撑到什么时候咯。搞不好撑不到就弃坑啦、啊。哎呦，这技好快哦、喔！我看游戏时速，你说你还是我？我你是要看我的还是看你的啊？不是呀、yeah. 火焰拳怎么这时候才有睡意？我的天哪、啊，快要哭了，哭的！他怎么只有两只暴鲤龙？哇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，我们去那个去群青玩吧。我放弃大量的伊布了，我不理他了。他让我太失望了。来，顺便看长尾怪兽，才三五一二而已，没事啊，我好像四十二、四十八小时破关吧，你比我快啊。看，这是什么？泥丸989颗，超好笑！哎、欸，我在想啊，如果满出来会怎样？拿得了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拿球果出来看看好了，这样嘞，
拿不出来，哇，好危险哦。那。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，可是伊布很可爱，早晚会再有的啦。哎，我刷了30分钟不出闪啊，他十颗就999了，我不行啊，会满出来啊。看一下哦。球果，我快200小时了，差一小时，我们九点就200小时了，哇，夸张。然后今天也去解了一下那个毒刺水母，刚好大量发生，我就解了一下。它有一个课题是没有察觉捕获十次，哇！哎，水上的没有察觉真的是很酷哎。为什么爱上我？火车中怪胎。来了，长尾怪手，是不是长尾怪手呢？哎，是哎，哇，好幸运哦！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一部动画，哪一个啊？大牙梨的吗？原来我们和爱情曾靠得那么近。我刚刚干嘛？哦，这里。是欸，恭喜了，第二只了。好欸，差五只。来打那个，打暴鲤龙。他为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的心。一堆伊布的动画，哎呦，安尼敢若是袂歹哦。猫咪弄。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嗨夏西，今天第二次跟你打招呼咯，要不要看一部贴给你看？你跟我讲名称呢、啊，这边不能贴网址。阿天安安。我听见远方风声声响起，可是我却没发现你的你。啊！复制贴上 YT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怕我死在海上。海鸟安安，温妮，对不起，难得吃晚餐。哦，白痴哦，这个我看过啦。你是说那个伊布跟冰伊布的对不对？这我看过了。
哇，我看过他一系列的、啊，都看过了。我想说，怎么为什么要什么要盖个雪人？杰夫安安，我怎么听到叮的是好白痴哦。好了，结束了，来去看一下有没有。有没有啊？九尾，这尾九尾啊，没有，很正常。拿来捡大便吧。他娘说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还尿瞎了，看不到。哎熊，等一下哦，伸进去，才尿瞎了，看不到。哎、欸，这里，来啊，继续跳啊，谁怕谁？我去打 Apex， 好，拜拜。没有东西要抽啊，开始了吗？还没吧。来，我们看看下一个课题。我记得是那个吧，左泳圈右，浮潜右，捉到头目，草属性击败。抓头目，抓头目。那我要回家哎、欸。迈向200小了，加油！奥利给！还在一天，还在一天一张预告哦。原来你还是看得到的嘛，你没有瞎嘛？头目摘黑药，我知道啊，在那个瀑布旁边。好，先把这个存进去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夜久安安，你好，你好。晚上好，在这啊，我也蛮常打他的，无聊就是离王打完之后，顺便来这边打一打。来来来来，好，没有睡觉。
怎么了？你在瓦拉什么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。哇啊啊！脚断了，脚断了。小雨说什么盖动物园？他在玩什么？抓心要睡几天呢、啊？一天半，啊，我保险起见，我教你我怎么睡哦。比如说我是天空是白天嘛，我就睡晚上，然后早上晚上，如果是晚上就是早上晚上早上，我是这样子睡的啦。不然要算那个天数，我懒得算，我就直接这样子睡。BOSS 啦 ，BOSS 可以这样刷，啊，矿物跟树的话还是要等时间。所以你看，我刚刚是白天进来嘛，那我先睡晚上，然后再睡早上，再睡晚上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水波俊吉，嗯，你又学到一招了。哎、欸，有二连击，赞呐！二连击不行，干！也可以回村重进吧，回村也很久哎、欸，你要读那个过场的，看你啊，二连级等级要拉高，我知道，我感觉得到。感觉我还是要回村啊，我要去打，那先去打那只吧。哦，今天小雪加入了克雷瑟利亚教。今天他被，哎，不过他今天打到那个剩那个奇拉蒂娜的时候，还剩下三只哎。主要他是全部带神兽队啦，我就想说，你既然神兽队都带了，没带一个关键的那个过去。群青有大只不是首领的浮潜鼬，群青那边都是浮潜鼬啊，靠腰。惨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直接神兽碾过去吗？碾过前面，但后面没被，后面被碾过，哎、欸，就是最后他打到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的第二阶段，就是那个会飞的模式的奇拉蒂娜就灭了，他其实很强哎、欸。然后我后面我就跟他讲说，没关系啊，反正等一下教你怎么欺负他。
云青海岸就是沙滩啊，往右边走，不是有那个大只的海狮，那边就有浮潜游啦。还是你叫我过去抓？他前面以为那个啦，冥想可以叠三次，然后因为讯息太慢了，他已经放完三次了，才看到讯息说只能叠，就只能放一次。所以他前面 PP 就是冥想的 PP 浪费掉了。看，等一下。坐到那边等级高可以学吧？没有啊。那边等级也不会高多少啊！哎、欸，干你回来啊！啊、哦，完蛋！背护背护背护，你停，你住手，不要走！哎、欸，那边等级也是三十几等啊，不是吗？等一下哦，我听到老鼠的声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在叫老鼠，我以为他会回话。哎、欸，没注意，没事没事。我想说，你怎么会突然问我说？有种不要给我跑！你看，这就是你们打字在那边回收的感觉，不爽，很不爽。打字在那边回收，不用捕鼠笼，把那只老鼠抓起来。我家有放，但这只老鼠太聪明了，因为在这之中已经有抓到几只老鼠了。它应该是学起来说那个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抓不太到。粘鼠棒也有放，老鼠药也有撒，就是抓不起来。哎、欸，二连击好了、欸，哎。好了，我们撤，回家回家。好，顺便看一下姐妹在不在。那个他们超聪明，对啊，只要没有抓到，他们就学起来啦，很麻烦。麻烦呐，老鼠就是聪明，不然怎么可能活到现在那么久？没什么好说的，走吧。看一下哦，没漏吧？我们从上面开始慢慢算来。
还有成就感啊，有啦，这个等结束我们再去弄吧。刷头目，空中飞的也要去抓。好，好，好嘞。好，我们先看浮潜右，走，读书妹。野草安安，哎，进度如何啦，野草？嗯，等等，跟我讲说，哦，我已经没在玩了，哎，哇靠，这样子。教主安啊，可是我没在玩了，哎、欸，最近上课都没玩哦，辛苦了。没事啊，我还在等你，我只在解课题而已，我还差一只线米还没抓。我觉得他有改，哎、欸，最近我丢酷尾也没有放大成这样子。我会玩假日玩哦，所以你那时候你还在哪里？卷念云吗？我那时候我很好奇，小雪之后抓卷念云那些会怎样？会不会崩溃啊？我外婆家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老鼠子，到现在还没抓完。哇，那完蛋了。怕是怕他们一直在生啊，一个月就可以生一波了，哎，哎呦喂，你还有好多没抓，而且是特别大的那个母老鼠啊，母老鼠是最烦的。迅疾，好啦，就迅疾吧。他是用屁股哦、喔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用屁股在打人的。是尾巴吗？啊，尾巴不在屁股吗？你说查尔斯哦？白痴哦！
是塔尔斯吗？我怎么记得叫查尔斯？然后问索尼克才知道吧。水之波动。咱们来看看啊，这个鲤鱼王十几只了，961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难道是让他进化999次，然后喂食次数999次，捕获较大宝可梦999次，捕获999次，才能获得奖杯？太99了吧！较大只能抓这只了啊！没有，我不是大，我应该不是大师了啊，是鲤鱼王屠夫吧？你叫我鲤鱼王屠夫，专门欺负弱小。有菜收割狂，哎，我杀了900多只了，还没出色尾，够扯了吧？虽然不是持续杀啦，但在野闪几率这么高的情况下，还没出色尾，干没凶寒。就还好，水之波动没有命中较低。想要的刷不到，不是。鲤鱼王，金色鲤鱼王我还好，红色暴鲤龙我也还好，我只是纳闷的是，都已经刷这么多了，都还没有设围而已，是纳闷这一点。耳朵好痒，有人在想我。等一下，我掏一下耳屎。很想我，但我在掏耳屎，把它掏出来。谁啦？这个关键时候想了我。假期，怎么是你？可能涂太多汁了，所以嘞。带不出来会更多只哦，没有啦，你要想一下，他出来那一只是天选的，他不会死。上课都在想呼吸，哎呀，谁啦？不要啊，男的不要啊，拜托。
真的千万不要，为了彼此的，然后为了彼此都好。北七，你干嘛？从没问过性别啊，贼！不用问也知道你是男的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问人家性别啊，我只会说男的不要，男的别哦，男的 no no 啊。还是一直错过跟哈基说，女的也可以，女的也不会怀孕啊。我说为什么不会让你怀孕啊？哦，我真是想找机会这样回哈基耶。那个酒，他应该先回我一句靠杯吧。他这样不是用屁股喷出水哦？好意外哦！啊！可是真钻的是用屁股喷水欸，他屁股就转圈圈，然后水喷出来啊。水屁吗？不是啦，讲真的啦，又有新的，你看。我要讲认真的，你们讲那些有的没的。我感觉好像撑不到叉字符了，不然睡意给我涌现出来。挂台写作业了，拜，好，加油。可能制作组后来觉得不太雅观，所以改掉了。那他可以不要屁股对，欸，那好歹他不要用屁股攻击好吗？你看，他还是用，不是涌圈涌浮潜右啦，是那个涌圈右勇气右啊，青菜啦，咖啡色的高压水柱，哇靠！那个不是地面系有一那个浊流吗？那个谁凿月鱼的那个技能浊流，还差十次嘞，还有谁可以打？打派拉斯怕被迷迷巴攻击？欸，对耶，还有乌尼攻击，绿安安。啊，还有大尾狸可以欺负，去找大尾狸。
发现没作业，你是在干嘛？你是在卖萌吗？会吗？我不知道欸。不会吧？啊！完蛋，母克鸟。然后过去还是用屁股对人，我的天！挂台吃饭，好的。有水加地面宝可梦可学，好，好吧，我哭啊，又没中，啊，看来是要回家睡觉了呢。哎，有冰冻之风 ，PP 还蛮多，水哦。好像可以撑哦。欸，叫那这样子的话，习得技能，喷射水流换成咬碎。不会出，当然不可能出啊！看他从屁股射出来，哦，不是欸，对他还是不会。哎呦喂啊！哇，攻击只有变30哦，好低哦。吃我屁屁，那种嘴巴。
干嘛？就快死了吗？原来快死掉变这样子哦！哈哈。大牙狸成为英雄的时刻来了，啊，没有了。最后一只，课题结束了。去抓！啊，存个档。走错路，不是这。啊，困。啊！野的，哎，是这个洞对不对？遇到闪藤蔓怪，很开心，恭喜恭喜！这里吗？不是这吗？咦？
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进来两次都没有遇到 BOSS。不要吵。哎，分出口啦。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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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口，对啊，那时候不是进来走右边那边，就是说会遇到叉字符。我在这哦，哦，挂麦哦，这在哪里？好，这个洞。啊，按错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爬上去就好了？欸，可以耶。欸，等一下，叉字符不能用睡觉的哦。我干烂，干烂，超烂。
啊，一直刷，我天哪！看一下哦，冰鬼铺啊，那个是空中的啊，白痴，应该没有训练家会带这个吧？还是会有大量发生？哎呦！靠！太衰了吧！打倒次数五次，冰属性击倒三次。啊，拖到头目再一次。好的，好的哟。呼吸哦，结果还是要过去一直扁他哎、欸、哦，还是要一直扁他。哎呦，快九点了，我们快达成200小时了，存档。白痴哦，有鸟飞进来就好了空中击五波，冰属性，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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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，已经200了，你存到那边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运动光线。啊！要再来这边五次啊！
直到跟他确认擦字符课题，好烦呢。遇到小卡比兽大量出现，加油去泡温泉喽！去泡温泉喽！我打爆他，存档五次，哇，可能到十点。哦，好好，你尽量放，你尽量放。哦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再放，再放，再放。哦，碎碎碎碎碎。哦，你好脏，你好棒，你好棒。有吧？他是要迅疾，然后十字独刃吧？等一下，黄柏林安安。对，十字独刃。哦，迅疾要七十，什么鬼东西？嗯，打一只要确认一次，我的天，有病哦！啊，要再确认五次哦，拉本，别闹了，拉本。把光遇先关掉。哎呦，好大只哦！谢谢，哦不是，啊谢谢。三次，等一下我应该顺便看鲶鱼王的任务哈，有没有什么没有惊动捕获之类的啊？捕获较重体重的，这个好像海上就有吧？那个哪里？那什么湖上面就有一只。OK。
刚进来了，嗨，队友在刷色尾。草属性打倒，我要顺便打吗？看一下哦，草属性，我那时候看到鲤鱼王大量发射，我冲过去打。满月，满月，哎，怎么变那么亮？哎，是不是特别亮啊？哎。为什么会这么亮？哎，闹鬼哦！我有夜视能力了吗？太棒了吧！白痴。还是本来就这么亮啊！我现在是太累了。有种麦块洞窟的感觉，就是开了夜视效果的啊。还剩一次，还剩一次。你回来了 ，Hello。还是刚好白天，不是吧？一步哎、欸。
第一步，我们刚啊，等一下，刚有存档。来，我们过去赶啊，反正赶过去嘛，有出就抓，没出就杀。还好刚刚是在村中存档。反正啊，没有要特别刷，只是过去赶一步。一步。来啦！还敢？好。又没有了，发现大量消失仪器啊，回家就是命。没事的，还不会痛了。打喷嚏有没有咳嗽？来，我们去中山营地。等等，还是刚好清晨黄昏，然后太阳是这样直射射入那个洞窟的感觉啊。瞎小，对不起，这是啥小技能？哇，这早上很大只哦！弟子安安。啊，好欸，好欸，好欸，打完五只了，花了快15分钟。好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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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欸。存档。好欸，要去抓空中的了。啊，各位打起精神，我快睡着了。
奥利给。等一下，哪边最快？是这边对不对？过得去吗？好，左边路卡利哦。一堆啊，这里。哎、欸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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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到！哎呦，夹到了，好痛！夹到脚，啊！还有一次，各位撑住，加油！繁星撑住，繁星快睡着了，繁星要存档，繁星，繁星。继续睡吧，不行，至少抓完吧。
欸，怎么都那么好抓啊？哭啊！奥利给！十字毒刃，吸血，运，吸血耶，吸血耶，十字毒刃，运，感觉好像催眠了吗？早上了吗？什么早上了吗？没错，我们下一个目标，鲤鱼王。看一下哦，快了吧？阿里、阿王、阿鱼、阿死，鲤鱼王差18只，各位加油，抓到然后睡一觉到天亮，会吧？因为我昨天也是睡到天亮啊。哎，后面这个麻烦陪我交换的。就是披斧螳螂跟巨钳螳螂，巨钳螳螂虽然可以在那个啦抓到，可是我那时候懒得抓，太麻烦一下了。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比较麻烦的，可能要交换。哎，好像都好了哎。捕获次数，这个我再去抓 BOSS 就好了。啊，还有这个到时候也麻烦一下。啊，万真鱼也是。好烦哦，好多要换的哦。好啦，先出发。我可以帮忙，反正现在我很闲。我现在还不行啊，白痴哦！我要先去解这个啊，明天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很闲，那我就等一下连发手把它按下去，我就去睡觉。我早上起来要看到我的那些全部好了。你速度这么的快呀、啊！
哎、欸，十字图论快完了哦。不是，啊是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先不要，我早睡早起的啊，对啊，那我就明约明天嘛，明天看有谁有空啊，叫屁啊，哎、欸，真的不要这样哎、欸。我很累、欸，他这样搞我哎、欸！明天的话帮我上满，我跟我爸出去工作，没事，没事啦。反正如果这不行，下马克看怎样，或者阿香呢？我是谁？欸忘记了那个叫什么，昨天还有一些人帮我的。阿亮，不是啊，阿亮最近比较少帮我了。阿亮好像是要下午才行。没事啊，交换不急，交换反正。反正可以先把其他课题解完再换呢，也可以啊。不因为谁哪个白痴会是刚猛再加什么屏障冲撞还是什么鬼东西的？哎、欸、要按几次？神经病！给教主提神，还是没有用。感谢韦恩，还是快睡着了。韦恩要睡着了，等一下我要把技能换掉了。对，吸血第一个好。不。他声音没有重置，可惜。什么声音没有重置？哈？大小？什么东西？叫叫叫！背着我叫！我觉得吸血比较好练呢、欸。哎，还有，他好恨哦、喔，一直背对。只有 SC 才最大声，没有吧？怎么那么笨呢、啊？没有，没了。
我也产生睡意了，不好意思。连训练家也想睡觉了。繁星的火挂完了吗？应该是挂完了吧。我看我刚刚琴周围没有火，没事啊，没挂完我。我明天可以剪片的时候继续挂。呀，拜。诶。哇，这只命中怎么这么低？十字夺刃差一次，真吸血。OK。
哇，这个打大嘴斧也太赚了吧！看，这样离王少死三只嘿、欸。幺幺安安，哭啊！是在哭啊！哇！哈哈，哎呦，也就算醒，就算醒了，还要拼睡眠的命中率。哎呀，没中。Oh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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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行了，我白痴哦，干嘛？我是在干嘛？
傍晚，还是去摇鲤鱼网吧。明天要模拟考，加油！快去休息，不，快去看书。欸，我今天是用什么催眠术催不了对方啊？忘记了，那时候练半天。哦，飘飘球，想起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
吸血插四次。为什么爱上我，我的痛百般，将陨石人活在心里。哎，四次，是哦。哪里有肥羊呢？哪里有呢？姐，这里这里，在这儿。啊靠！按错字。啊，算了。已经关台了齁，我就刷到索拉第四站了，恭喜恭喜。啊，不是，放错字啊！得了得了得了，是啦。完成，刚刚好，口音刚刚好，耶、yeah ！这次课题没有鲤鱼王受到伤害，好棒哦！我成长了哎，鲤鱼王没受伤。存档。那赛是哪一只？看一下哦、喔。龙龙石啊，龙龙岩，叫错了。打倒次数以钢属性打倒，舍身冲撞，钢属性打倒。哦。
好啦，感谢各位啦。遇到头目鲤鱼王最棒了，怎样？你说可以多咬几次是不是？这里，这里。他们说。哇，时尚三年，好久不见，纯正时尚三年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好不好意思把你叫出来哦，不要撤回，好啦，慢走，慢走不送啊，都快关台了还被ban，我的天哪、啊。去顺便看一下那个好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一台比较机车，是不能回收讯息哦，回收就会被ban哦，啊，自己小心一点哦。时间快到咯，那时候是说这边的矿物会有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记得好像说这个矿吧会摇，就那个横柴怪。耶、yeah, ，你下班了，恭喜恭喜！你好，你好。机器人没放台规吗？之前回收，之前回收过没被ban？谁回收过没被ban？你要现在回收试试看啊，我就ban你啊！你要看我那时候有没有看到啊？啊，没看到提醒我ban你啊！好奇罢了，来啊！反正都快关台了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ban？要不要ban？啊，三百哦。好了，打完这只，哎、欸欸欸，过头过头过头，
好，这是关台咯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哎，没戏呢！完了，要再打一次了，各位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错估他的力量。要关了吗？要了，再下一场，不好意思了。我们错过他的攻击啦！这好像更强了，天！哇，被断腰了，晚上，没办法啊，他怕地面糟啊。早上，啊，龙龙岩啦，不是龙龙死的。你也办公好了，刚刚好，耶、yeah, ！睡觉喽，睡觉喽，睡觉睡觉，来看皮皮有没有闪，有没有闪皮皮呀、啊？皮宝宝，时间最多久的事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捕获次数最小。没察觉捕获，下次遇到那个皮宝宝的大量发生，我要冲过去抓了。这一定要大量发生吧，不然怎么可能可以抓那么多？
又一只欸。盆才怪，盆才怪，有没有盆才怪？好了，谢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十点了，大家晚安。睡觉啦，睡觉啦。存档。好，我就在这边了。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